小宝宝，小宝宝，洗衣机在哪？你去厨房看一看呢。洗衣机在厨房？是这个吗？这咋用啊？妈妈，妈妈。这是这怎么弄啊？妈妈，那绝了，白衣服，白衣服要放一起，对吧？哎呀，我的女儿啊，我的女儿啊！你不要讲，因为。因为平时我太忙了，我不太会，我直接送去干洗，在这里装这个放在这边就行。哎哎，洗钱不用太多，这太多了呀，放一点。为啥呀？那怎么办？那我要倒回去。倒回去一点，这儿。嗯，这儿。对。哎呀，然后把它推进去。对。哎呦，你不是生活的蠢成这样了吧？上面都有字，这么简单的事情你还要这样？那么简单的事情你会把我惹毛了。你好没有耐心，我没有用过。加油啊，等着 煮好吃的给老婆吃呀。不要再恩爱了，来吧，再恩爱也抵不过一道难吃的菜。对，妈，这样洗就行吗？啊，拿个盆儿泡一泡吧，这样不行，这样可不行。放在这里来，把两个都放里，全放，两个在这儿。你是不是能做一盘吧？对对对，要泡一会儿，知道吧？不能这样吃，你弄的热水呀、啊哦！我简直服了，怎么了？冷水，哎呀妈妈，我简直是，我简直，一看到你们这样，我简直是了。妈咪啊！哎呦，你们一会儿这个妈咪，一会儿那个妈咪呀、啊，我简直是了。妈妈，鸡翅在哪？妈咪啊，妈咪啊。妈妈，这是不是沸一下就行了呀？妈妈，蒜是不是应该泡水里会更好剥呀？妈妈，那沸水的时候要用纯净水还是用……哎呦，你们一会儿这个妈咪，一会儿那个妈咪呀、啊，我简直是了！哎，太欢乐了，我觉得你们。